跑，出来怎么死你？哎呀，完了，我隔夜饭呢？哎呀，这一大锅浪费太可惜了，剂量看着这不算大，多打几个蛋，我稀释稀释，应该没啥问题。哇，炒了这么一大锅吃独食啊，吃得完吗？不好吃。人儿，人儿，没事吧，人儿？哎妈，看来真不能吃。鸡哥，鸡哥，你瞅你客气个啥呀？这是你成哥的馈赠。鸡哥，鸡哥，你怎么了？造孽呀！我都做了啥呀？白把人送黑发鸡呀！哎，不厚道啊！这么盘好菜也不懂得分享。子阳，小彪，你俩咋的了？哎，这么一盘好菜倒了太可惜了。谁呀？啊，那个，我刚炒了菜，你们宿舍有肠胃好的吗？